全部都不行。你们家的我不是就穿个阿迪代扣就行了吗？然后呢，有个人说，他能穿个打折的吗？那个裙老师。全场支持他，日美同步啊！但是进入就是他每隔五分钟看一眼自己的儿子，然后想想我是爸爸，我定死要继续进去，懂了吧？嗯。